在新竹听到贡丸汤三个字，你会马上想到它是一本杂志吗？体味研究生在参与嘉安宅及眷村摄影展后，更加深了将旧城地区推广的想法。这城市其实不是没有故事，然后也不是说没有好玩的地方，那我们就决定就是做贡丸汤这个媒体，然后重新去发掘很多新竹的有趣的故事。目前已出刊3期的贡丸汤，曾经以一篇《从寡妇楼看新竹文化资产》一文，报道关于日本海军燃料厂第六厂房遭到政府拆迁的事件。文章一出，不仅引起了相关文史工作者的关切，之后更甚至与中原景观教授合作，致力保存当地的建筑资产。杂志若是仅透过贩售刊物的收入，是不够维持营运的，因此监狱团队还透过接案子的方式来增加营收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杂志是大家可以买回去放在家里，然后你可以带着它走，而不是一本商品行路。在网络发达之下，纸本媒体走向精致化的路上渐成趋势，而尽管媒体百百种，贡丸汤依旧得以地利之姿报道出更有深度的新竹故事，记录着那些不论是古城遗迹还是新移民融合后多元的城市生态。